我们接下来看到第24个单字 pain 呢，这个字呢本身是一个不可数名词，是疼痛的意思哦。来看到解释 The feelings that someone has when a part of the body hurts or when the person is sick， 所以本身是某人啊他身体某一个部位在痛的时候的一个感觉，或者是呢某个人生病的时候身体所产生的一种感觉，我们都叫做疼痛。来我们看到的例句 The child fell off his bike, hurt his knees and cried in pain， 所以这个小孩子啊 fell off his bike， 从他的脚踏车里面跌下来 fell off。 那同学看到 fell 这个字，它本身是由 fall 这个字变过来的，过去式它三代分别是 fall, fell, fallen。 好，所以呢从脚踏车上面摔下来伤了他的膝盖，然后他哭得非常的痛苦。再看同学看到是 in pain， in pain 这边是一个副词的概念哦，是疼痛的。好，接下来看到是 painful 这个字呢，同学你把 ful 你可以把它切开， for 本身表形容词结尾，就是令人疼痛的，引起痛苦的。然后看到是它的例句 The mother's feet were painful because she had worn high heels all day long， 所以这个模特的脚啊 were painful， 非常的疼痛哦，因为呢 she had worn high heel， 这里的 high heel 就是高跟鞋的意思。那个 worn 呢前面一个 had 加 pp， 所以是个过去完成式咯。所以那个 worn 这个 pp 本身原型叫做 wear， 所以三态哦 wear wear worn， OK。 所以呢他一直穿着高跟鞋，是整天穿着，所以脚当然就非常疼痛咯。那有关于 pain 的用法，我们再做一些其他的举例。第一个叫做 painkillerPainkiller 是止痛剂的意思哦，或者是ease relieve the pain 缓和疼痛，所以看到例句 If you feel pain, take one red pill to ease the pain， 如果你仍然感觉痛苦的话呢，你就吃红色的pill 药丸来减轻你的疼痛， ease the pain。 好，再来另外一个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谚语哦， No pain, no gain， 不劳而获。